这是捐卵者的超音波，不可以照到病人。超音波的滤泡追踪，它的 AMH 是二点多，一公分。1.23。1.14。1.58。哇，那你明天可能再过来哦，可能礼拜六要取卵。1.37。左边。1.14。你好像滤泡长得比较慢，但是感觉数目是不够。1.38。1.18。1.54。1.17。1.8。